造型方面的话，就是第一套的时候，我是一个没有纯色的女人，没有纯色的机器。那个视频还挺特别的，那个、未来感，对，未来感，那种在太空的感觉，太空。雨欣，听说。雨欣，听说你刚刚让大家都重新来了一次，对吧？你对此可以说点什么吗？就是一下有点难进入状态，因为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拍 cosplay。又开始官方，哎哎，你说你为什么 NG？就今天很开心拍 Cosmo 啊，很开心 NG 是吗？所以很开心让所有人陪你再来一次，对吗？一下没有绷住，然后呢，就是也辛苦大家陪我走了一遍。哎，你看他们都走了，谢平过来，你跟我过来，他才搞笑，一直逗我笑。你说那个假刘海，我音乐学刘海是假的？不是，是真的。是真的啊？你这个是我第一套的那个两倍。而且你这个纯色，你纯色已经上。这是什么色？就是说一个，就是说浆果的紫色，浆果紫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因为今天我们早上第一套妆容就是非常的淡，这个一出来，我说你是素颜吗？我是没有纯色的，你呢？我也没有眼影，基本上就是说一个素颜。对，然后基本上就是把脸打黑了。然后谢可寅的眼影是土色，泥巴色。咱不用处这么近吧？你。我今天拍这个视频，未来这个视频，你们是什么？你的画的是怎样？我端了个电脑。你给我放大是吗？你呢？我就一直转。很慢喽。好。一直转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我是有一个，就是看那种太空的食物，它是酸奶。怎么还有剧情的？它是酸奶，然后我就弄起来看，然后导演说要假吃，然后完了我送到这儿之后就已经明到了假。冰冻酒，那种酸奶，有颜料的酸奶。你们是设定好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设定，每个人都设定好的呀。啊！你看你跳 Papi 跳的那么好，不要笑了。反正就是这种机器人呢，你别说了，你这眼尾纹、鱼纹卡了，谁比谁卡粉是吗？Kiki， 你过来。我是机器人。Kiki 今天很哎。对啊，他好看。你快过去，给我摆起来。没事。我没有机走。性感是怎么回事？他是我是二，整个就是说尴尬。然后我来走，来看看我们的绝绝，就是机器人本机器人。我他怎么能做那么直接？冥想。宇航员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要开始拍摄了，然后我们就是我们的值班 VJ 呢就要准备拍摄了，然后希望刘宇勋呢就是说不要再一起让大家等你了，请让大家等你了。好帅呀！我这头发长什么样？我不知道。Okay, okay. 你确定吗？快跟那个陈总说，竟然给我来个绿豆。帅呀！好了，拍完。拍完。你是只有眼线没有眼影吗？特别。跳起来了，不能输出去。哇，这个白眼就够了。有白眼就够了。看一下安琪的啊，看一下安琪这个裤子长的。来一段。想跟你说话，因为我右脸很好看。笑张厕所，但是我忍了，因为我是个很敏感的。真的只有这么多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结束啦。结束了。